好，看第二题。第二题是说，空间中有两条直线平行啊，哦，它的方向向量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两条直线的距离呢，怎么算啊？好，我是怎么算呢？我就哈，在这一条线上面哈，选一个固定点，哦，选固定点就负一、负二跟负一哈，最方便。啊 ，L2 上面选一个固定点，就选零、负三、三最方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它连接起来。好，取得这个向量以后哈，它再跟这个方向向量哈，单位的方向向量哈，取外积，它加绝对值就是答案。这D的话哈，可以写成哈 ，P2 哈。啊 ，close 呢 ，v 一挑，啊，再把它取绝对值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D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嘛，P 一哈 ，P 二，零多少哈？就这个减这个，就一负一四哈。啊，这个 v， 这个是等于一。二，负二，好，那我把它取外积，好，啊，等一下再把它取，除以它的大小，就 P 一 P 二哈 ，close V 等于多少？就这个减这个啦，二减八，就负六，啊，再是这个减这个，啊，这个是四哈。加上二，这是六。啊，还有呢，这个减这个，哦，叫二哈，加一，这是三。好，然后再把它取大小，啊，再把它除以那个 v 的大小，啊，我们知道那个 v 的大小哈，这等于根号多少呢？一平方加二平方加二平方，好，这等于三。好，所以这个怎么办？这就等于把这个取大小，我取大小的话，我一个三可以抽出来了，负，这是负二哈，二一，哦，所以三不等大，三不等于三分之三哈，负二，二一，取大小，对的，所以答案就是三。哦，负二的平方加二平方加一，好，再加点九，开根号是三，所以距离是三。